多谢。啊，咱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啊，我叫做潘良华哈。那么，咱顺咱拄啊，秘书长讲的，咱已经食毒药哈，食差不多九年了有哈。倒位阿边啊下啉了，即个炼油的即个做食用油即个公司，开始一年一年增加，一年一年增加进口即个，唔是人咧食的，哦，动物咧食的油，哦，啊炼炼下较，经过精炼，互你中华民国的即个。标准局哈，因咧验拢验袂出讲有啥物毒素，吼、哦，所以即个厂商真害就讲，因遮拢大厂，有家己的实验室，但是遐实验室是为着干呐要想办法安那廉价，合理中华民国的检验单位验袂出有问题安尼，所以。因敢若起步买遐仪器设备用心都唔对呀，吼、哦！我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讲有三个国家，哦，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人，啊，一个韩国人，因组成一个探险队，去这个巴西的亚马逊河，吼、哦，去遐探险，结果迄个食人族掠去啊！啊，即马第一个买。甲美国人掠来抬来食吼，美国人讲，唔啦，我规身躯拢肥肉无好食啦，但是食人族都无管，就甲抬掉个。哦，韩国人第二天要抬韩国人食，讲啊，我规身躯拢假啦，我即拢美容假啊，无好食啦，嘛是甲抬掉。我第三天掠日本人要抬来食，日本人甲讲一句话了。黑食人族甲拢甲放伊走，啊！即马脱险出来吼，等下到日本，日本的记者就甲访问，啊！你是安怎脱险？哦，伊就讲故事吼，讲伊要甲我抬来食的时，我甲讲，我台湾人，我食足侪毒药的吼，我身躯拢毒，哦！黑食人族拢甲放伊走，伊甲骗讲伊是台湾人啊，哦。所以你看，连食人族都不爱吃。好，安尼，咱咧讲这个国际战争法，讲法律，吼，咱讲咱林志升秘书长，吼，伊所讲的这个法律，吼，啊，一般阮较袂晓讲的，拢讲了较枯燥，啊，所以我想用较轻松的，大家放较轻松的，吼，啊，来看。那么我今仔要讲这个标题。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安尼你就看，你就知影讲咱台湾无正常，对吧？唔卡爱正常化，表示咱即马无正常嘛。现在即马咱无正常，台湾即马地位要浮在半空中，还没有定位，所以人拢讲台湾地位未定。好，那么现在讲咱爱好正常化。首先，咱先啊，请大家来遮受训，读这个法律研习班、研习班，就是因六十九年来，咱由国民党政府来台湾了，甲咱用错误的教育，甲咱拢教一寡假的历史，啊，教一寡假歹观念，所以咱内底下作的国民党甲咱放的病毒，吼、哦，下作的粪扫伫咱头壳内底，咱爱甲清互出去。当然，这不是讲三工两暝哦，就简单一点，完全清气。所以你一定爱买咱后壁咧卖，咱秘书长出的一本册，我拢甲讲叫做《台湾法律的哦国际地位法律的圣经》。你大部分80%到90%以上的答案拢会伫遐找到。或者我建议讲，有三本册你爱看。第一本是我咧讲的这个。这个新台湾论，哈、哦，咱秘书长林志升都出版的，哦，你买啊，明仔，好、哦，再予伊迄个签名，哈、哦，还是后日仔啊，
互伊亲笔签名。好，啊，第二本册就真正是因基督教的圣经。你看是怎欧美的国家，因的国家会遐强，因就是信基督教迄本圣经的教义，吼，信实仁爱公义，吼，信望爱，吼，因咧讲这个。啊，你看，因这欧美的国家呐，信基督教拢足先进，拢国家拢较强，啊嘛，社会福利也较好，嘛较有贴心、有爱心。啊，你讲像欧美人，尤其咱讲美国人，美国人伊要来。当吼，比如来台湾来认养一挂孤儿，哎，伊唔是家己未生呢，我那家己嘛生几下呢，吼，阿母生几下，但伊嘛来认养，啊，认养好啊，上钦佩种，因真济，唔是拣迄人人的好卡好手的，拢真济拢拣迄个有缺陷的，哦，臭耳人个啊，啊是目睭歹去的，啊，拢伊款的，欠卡欠手的哈，拢无要紧。有迄个爱心，啊！那咱台湾人要甲人人做客囝是吼，客做囝，迄红囝，哦，拢要去拣个肥肥肥胖胖足古锥个，哦，另外咱个爱心个出发点就无同吼。第三本就是这个中国人1945年10月2号来台湾了，爱准伫台湾。美国大使馆有一个副领事哈，叫做乔治科尔。伊看二八事件发生迄段时间，伊甲写一本册叫做《被出卖的台湾》。啊，这本册你可能一定爱买来看。知影讲，迄当时换政权，吼，日本人、日本政府离开台湾，新的中国政府来，安怎甲咱台湾人糟蹋？迄三流的国家的人来管咱一流的国家的人民，造成真大的冲突。好，这三本你一定爱看哈，因为尤其是比如我来讲，迄本圣经是全世界销售量上大的，吼，就是印刷出来的册本上多。啊，那听讲第二本是迄个较早的《毛语录》啦，嘿，啊，伊款的迄是强制性的。独裁专制，每一个人分一本给你，用国家的力量印给你，那不准算。圣经你要用买，你来去册店你要用买。好，我们来进入主题。我们来看说，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来做一个简单的小解。来，第一，1895年，我们刚才看了马关条约，那是下日本是讲下关条约，是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约，这是国际条约哈，为大清帝国的皇帝出得到台湾甲平壤，哦，这是根据国际条约，两个国家的天皇甲皇帝，哦，来签的，哦，所以这是合法程序，有正式办过哦，啊，哦，第二条。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然后，伫1952年，日本政府吼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哦，头拄啊，比如你讲诶 ，all right， 吼 ，title and claim， 拢无加 s。就是保有主权啊，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但是管辖治理权放弃。等于讲，这个土地，啊，比如讲你有一家地，我潘良华来给你租五栋，比如讲一栋10万，五栋50万，那么咱签一个契约，啊，我交50万交你，敢有办土地过户？无嘛吼，土地所有权人还佫你的名吼。不变，只是你放弃去五年，你放弃迄块土地地上管辖治理权。我判量话要种什么水果，要种山，要种往来，在我种，让你袂当甲我干涉。但是五年到，你若不爱去做我，你得收回地上管辖权，我得爱离开，对不？所以
所有权证要搁你的，只是你放租给我了，你放弃的土地地上管辖治理权。OK， 过来，到目前为止，台湾甲澎湖要搁是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啊，这是旧金山合约第23条讲的，哦，美国军事占领中，但是即马依照台湾关系法，委托由台湾治理当局啊，以前的中华民国来代替美国来管台湾。好，那么过来，咱来讲台湾一寡问题。好，首先，咱来先了解讲，到底咱是虾米人？你家己身份地位，你是对一种族的人，对一国家的人，你要搞清楚。啊，你若无搞清楚，你会认贼做老爸。好，即摆台湾人，差不多一半，本土台湾人一半。认贼做老爸，佫真够壮欢喜的。好，后来咱就先了解讲，台湾我甲分上大两大族群。哦，这个土黄色这个，就是高山族。哦，咱即马有拢总有16族啊，吼，大概是3个月前佫加2族。那么住伫西部平原这边个，就是平埔族。哦，这嘛有10族，其实唔啦10族啦，啊都较大个族，哦较有名的，即10族，我来念互你听。宜兰遮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好吧？唔是歹势，我讲唔对，是科马兰族啦。那么台北地区，哦，包括部分的汤，有一个叫做凯达格兰族，就是阿扁啊选到2000年的总统了，去哩就任了，甲总统府头前迄、那个。介寿路甲改名改做凯达格兰大道，所以若有咧抗议游行吼，拢集中去遐咧抗议。来啊，过来，桃竹苗地区有一个道卡斯族吼，道卡斯。那么中部包括苗栗一部分，甲台中、彰化、南投，哦，只有三个族伫遮咧运作吼，一个八寨。啊，一个帕布拉，啊，一个马布萨，啊，这三族伫遮。那么，分林甲嘉义，则有一个族叫做红安雅族，吼。那么，上大一族伫台南地区遮，叫做西拉雅族，吼。那么，其实西拉雅族各有两个支族，一个就是2009年8月切被莫拉克风灾。别村也小林村、灭村，迄、那个叫做大满族，哈、哦。啊，另外一座叫做马卡道族，伫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啊、哦，这嘛啊真侪人唔知影。是谢长廷选到高雄市市长了，为着纪念马卡道族，哈、哦。我本身我就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哈、哦。啊，所以为着纪念马卡道族，所以伊开一条路，伫咧纵贯铁路边啊，哈、哦。来，这纵贯铁路边啊，开一条马卡道路。啊，你若要记这个族，我跟你讲，你绝对足够记的水记啊。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去族火车来哦，弄个爆死的吼，安、哦、尼你就记起来。OK。我头拄仔讲，这张是较新的吼、哦，福尔摩沙史观这个台湾各种族吼、哦，啊，你看。北部凯达格兰族哈啊，道卡斯族，好啊，这个帕布拉哈，啊，最后一个哦，红雅族，即马有新出两个卡纳夫，好、哦，这个第15族，啊，佮有这个就是这个我记袂起，拉阿鲁瓦族哈、哦，这两族拢足细族个，拢几百人呢，啊，独。即个一个西拉雅族哦，南这个台南地区哈，即、哦、差不多100几万人，即、这个一直咧争取变作原住民族，拢中华民国内政部拢无爱同意啊呐。哦，这100几万太济咧，高山呢一片遮大片哦，住伫高山这个14族哈、哦，都无超过60万。啊，恁敢那即族西拉雅族都？800几万，所以内政部今日白吼，预算迄个饼都钢管遐大个饼，
啊，加一倍外人要你日本，你高山就可能高山做会受气哦。等下佫反倒佫也出来出草吼，来麻烦。好，啊，即个但即张确实呢，都马卡岛做和平地区遮吼。好，过来，其实咱85%吼在座的人，咱的系统内底拢有85%是平埔族。啊，是各所作的基因呐，吼！啊，平埔族有一个特征，就是你把手弯起来，才有一条凹痕，啊，为你倒手，为你正手，啊，你家己，哦，方便的时阵，扭开看卖，吼！但你若较寒冷吼，有时啊，肩甲病看无，吼！这是一个平埔族的特征。啊，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你的脚。卡肩背仔啊，吼，上细肌迄支，然后臂损的，哦，迄种呢平埔族的特征。另外就是轮廓，哦，卡凹凸有致，吼，也是讲肤色像我安尼吼，讲上地行了草鞋搭，小可草鞋搭十一分色的这款呢，这色的吼，我这色的这，哦，这种呢平埔族的特征，白无白人遐白，吼，乌无乌人遐乌，啊，行的。小我超会打这些个吼，好 ，OK。过来就是讲，你伫恁兜那喜事，哎，那拢爱请无姑坐大位，有无？无姑坐大位，这着平埔族的风俗。过来就是富人人，那生囡仔做回来爱食麻油鸡酒啊，这样呐，平埔族的风俗啊。啊，搁一个。早期咱是母系社会，好，等下好讲。好，咱即马来看讲，那么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好，啊，咱来看，哦，这有法律哈。其实就是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第十条，咱来看伊是讲啥？讲就本约而言，哈，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以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你注意看啊，这太奇怪，它有三个台湾澎湖，这一个台湾澎湖，这个一个台湾澎湖，后面还有一个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头前只有一个市委，啊，你会记马英九做台北市长，捌甲这个高山原住民族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有无？捌听过这句话无？”伊讲这句话：“我把你当人看，哦，把你视为人看，表示讲呢，伊心内原底你毋是人，只是我即马暂时甲你视为当作人，而且咱毋是中国人。”那是日本的台湾人，哈，但是伊暂时把咱视为，哈，中国国籍的人，哈，咱即个其他三个，到即个佫一个签署，就是咱较早189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台湾迄一天，是毋是外国人，还是外国军队拢还袂入来台湾？迄阵台湾足单纯，所有迄阵的时间点，伫咱台湾顶管遮，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包括所生传落来即个后代，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咱拢许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啊，咱是暂时用，以前蒋介石有派代表去甲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去东京去甲解说，因为美国甲迄个英国因个外交部门拢有向中华民国抗议讲，和平条约拢还袂签。台湾将来何去何从，拢还袂决定。你来会使甲日本的台湾人的国籍改做你中华民国，所以就派代表去东京，一个盟军的统帅麦克阿瑟讲：，无啦，我为着要好管理，所以暂时拢甲因当作中国人的管理啊，甲咱台湾人拢当作中国人管哈。好，但是那么台湾人是安怎会变做无国籍？咱头拄啊，这个是。暂时摕到中华民国国籍，那么来到这，哦，
现在咱比如说2006年10月20日去告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甲咱收件，收件，咱比如说讲，哎，咱对啊，咱赢，上少赢一半，因为美国甲咱联邦的地方法院甲咱收件，代表讲美国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既然有司法管辖权，就是表示伊真正是君主占领者。啊、那么就是1952年7月就将和平条约生效进行，日本的法院就取消咱台湾人日本国的国籍，好，已经给咱取消啊。好，啊，1972年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跟日本中华民国断交。啊，头拄啊是毋是咱有看到台北吼、哦、日华台北合约？把台湾人视同中华民国国民国籍，对吧？结果现在因为1972年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台北合约失效，所以我们的中华民国国籍也失效也没有，所以日本国籍判决暂时是被视为中华民国国籍的国民也没有，所以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判台湾人没有国籍，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跟我们台湾人没国籍、喔、好，那么到底台湾人潜在国籍在哪里，要怎么恢复、喔啊、这就要依照这个琉球返还模式、喔、就是琉球当时那个美军1945年4月7日这个尼米兹上将以前是太平洋海军的总司令，那么麦克阿瑟以前是太平洋盟军的这个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结果尼米兹用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哦，1945年4月7日去登陆帕琉球，哦，大概2-3个月来，哦，不够3个月，就把琉球占领，啊，也有成立琉球海军军政府，哦，啊，不要搞陆军，哦，陆军军政府，啊嘛。依据国际战争法成立琉球民政府，那么一直到1969年，哦，迄阵日本已经复建哈，迄、哦那个就是重建完成啊，迄阵日本的经济一直复兴起来，一直有赚到钱，所以已经有资格来跟美国协商讲，那么我日本爱赔你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乎我日本。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好，所以甲这条钱交了，甲美国有签一个协定，叫做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美国就甲琉球，包括尖阁群岛，哦，就是钓鱼台，拢还予日本。所以迄阵有咱台湾人，哦，甲马英九啊咧配合讲咧。抗议咧保钓运动了无？讲钓鱼台是咱台湾的，无唔对，钓鱼台咱台湾人的。但你也知影哦，钓鱼台伫日本时代就划归伫台北州宜兰厅土城所管辖。啊，所以钓鱼台是台湾的，无唔对。但你也会记，台湾朋友什么人的？日本天皇的。所以钓鱼台，日本的无唔对啊。所以这中国人咧吵咧吵咧闹，咧无理取闹。好，过来国际有分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后壁个先进的国家拢属地主义啊。所以属地主义就讲一个富人人，伫迄个国家，好，譬如美国的国土生囡仔落来，迄、那个囡仔自然就取得美国的国籍。取得迄个土地国家的国籍，包括伫迄个国家的航空器、无人机顶，也是船顶，那生落来，拢是迄个国家吼、哦。看迄只船仔的国籍吼，然后迄个船仔是美国的，迄、那个囡仔就自然取得美国国籍。啊，这有一个好处，吼、哦，你摕到迄个国家，吼、哦，你伫遐生，啊，伫遐大汉了，你自然的爱迄个国家。你袂去做一个伤害这个土地，吼、哦，去做
破坏环境吼，污染环境哦，伊生产有毒的物件来污染环境，你较袂去做迄款代志。啊，属人主义拢头尾东方这边受到汉民族的教育影响的国家，这个歹处就是讲，因无论搬去到底，因拢是父权思想，拢对爸爸，爸爸，啊，伊就譬如讲，这个十九世纪初吼。十八世纪以前，美国当咧建设伊个大西部吼，啊，比如讲伫加州啦，啊，就即吼即个旧金山，哦，洛杉矶伊遮咧开路啦，啊，做铁路，啊，迄阵为大清、福建、甲广东遮，请足个华工去啊做工做铁路，结果遐工程拢做煞，叫因无钱通去买船票转来，迄阵船票足贵啦吼。所以真侪拢伫遐落地，继续住伫遐生活。但是因中国人，因所谓只华人，拢集中伫个地区叫做 China Town 唐人街，有无？啊，这唐人街就是当地吼，无论是旧金山也好，还是洛杉矶，就是最落后、最贫穷、治安上歹的所在。吼，啊，袂融入当地社会。啊，总共有一个华人较敖，有赚到钱。伊嘛要甲钱寄当伊因个故乡，要啊起大厝，要光宗耀祖，啊，要回馈当地。所以，旧金山会排华，就是讲你敢若在遮喂水，在遮趁钱，啊，趁个无回馈在即个所在，啊，包括你看，东南亚、印尼也排华，马来西亚排华，甚至菲律宾嘛排华，就是华人拢。过因兜好的啊，伊拢以家园为中心，伊毋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中心。阮兜好的啊，阮兜有趁钱的啊。啊，比如讲，伊伫因厝内，伊袂乌白担本子哦，厝内整理足整齐，但本子处理了，开车也好，洗面乳嘛足侪咧，本子等于外口处理。好，好，佮咱来了解讲台湾人血统。一句话讲，有长山讲无长山嘛。啊，向我听，这句对，其实这句唔对。敢若台湾人阿公拢长山来，啊，咱台湾阿公敢拢死了，无可能嘛，吼。无长山嘛，这正常吼，这就对的。因为迄阵郑成功来甲荷兰人赶走了，伫台湾吼，伊讲咩？个反清复明，结果啊，都二十几年尔，就迄个施琅叛变，引清兵来甲郑氏王朝消灭。好，那么台北市的掠掠个俘虏，大清拢甲迁徙等于因大清迄边，无要你老大只阁继续作乱。哦，包括尾啊，连郑成功伊遐高官吼，遐大将军，在伫台湾遮蒙遐内底。连骨头拢乌起来，整只翁啊吼，等于大清，啥物原因？伊惊讲这蒙，嘛是一个象征的这个，比如讲，郑成功的一挂大将军也是高官，因的造成讲，佮予一挂台北市的走去伫深山内底遐人，佮出来结合平埔族，佮继续要佮反清复明，好无？哦，啊，所以。造成大清烦恼，所以连骨头拢甲乌起来。啊，即马咱台湾人戆戆，遐屏幕做个台湾人去甲问，啊，都台好啊，哪会去乌个？大清遐咧捡骨来讲，无啦，啊，即拢阮大清迄边个死去个住民，啊，即爱甲骨头捡过来，砸断因个雇佣，哦，整做迄个骨头翁啊，甲砸断，提断因雇佣，较会当保佑。因个家族和这个后代一定兴旺个呢，安尼样片。啊，所以讲讲咱台湾人平埔族哦，都个恶个，所以即马拢咧捡骨有无？做者拢咧捡骨。后壁个国家干有咱呢？入土为安，那待了都差不多不咧叮当啊，吼。其实大清吼，干有可能伫大清个眼中看郑成功这将军遐高官，这拢叛将。叛离分子，那有遐好讲，会甲只叛离分子，佮好啊，摕骨头当因刀，买来
保佑因的家族啊，搁较兴旺，连江过来反清复明，不哩头壳歹，遐骨头拢去到，运去到这个台湾海峡哦，拢落等咧海里啊，吼。啊，像那无当船嘛，就讲迄当时阵，大清下禁一个海令，禁海令，那无大清的迄个路条，类似路条，啊，就命令，种要派官来派令，大清的官嘛袂当来台湾。而且伊若派来台湾做官，干呐，会当做一任，一任三年，但是三年官两年满，然后讲三年官两年满，就是两年因遐台清的官来遮拢贪污，两年个落地啊底到满满满，等要转去啊，哦，所以有一句话讲，三年官两年满。好，啊，所以当初无过来阿妈就讲，迄阵台清的族人啊，哦，真侪拢缠足，就是不好这女孩子乌白走。走上远，所以白卡了，伊就本来无白卡，早起来拢较软正，要过这个乌水沟吼，台湾海峡足困难的。好，咱来检讨，登山公来台湾吼，十个来，六个爱死，三楼一回头吼，六死三楼一回头。啊，现在六个死，就是要过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乌水沟，这个乌水沟真颤楼，风浪有些真大。啊，迄阵的船啊拢细只，所以迄阵虽然因拢有招安尼三五只做伙过来安尼吼，但是真济拄着风浪，那船驶无好，一个兵船几只船死了了。所以平均十个，爱六个死伫台湾海峡顶悬。那么三四个上岸了，三个留落一个，看来只歹练带袂下，我搁等伊。但是你要注意哦，这个。因一个上岸，第一件代志在做啥？因为有真侪死，有诶伫船顶吼破病死诶。迄阵无啥物好诶药啊，无啥物行船药啊，真侪人毋捌坐过船，尤其搁坐细只船。哦，咱去坐大只船，咱着行船啊。搁何况迄阵咧船啊拢足细只，啊，都安尼变来变去，介侪人着袂食，吐甲拢胃肠啦、胆拢吐倒出去，脱水。迄阵呢，水阁无保鲜呢，好个水，真侪人食着漏屎，啊吐阁漏，啊着伫船顶着死啊。所以因上岸了，第一件代志在创啥？爱带只死人，啊所以带，我即只船啊，一只上岸才带，啊因伫海边啊带，所以到尾啊，拢啊即边带好，伊讲，啊你迄边带完袂，还是问即边，啊你迄边带完袂，带完的名就安尼来。埋怨哈，埋完了没有哈？啊，有人讲这种玩弄戏，你埋怨之地哈，台湾哈，这是一个。好，过来，咱来看讲，啊，这三个老了，敢真正活？咱来以1874年牡丹社事件哈，来做一个咧，就。这个1874年啦，哈，就是琉球的宫古岛的渔民，哈，啊，可能拄到风台伤大，哈，船啊，许公派的船搁浅，伫东海岸，台东的外海，哈，嘛，迄个海岸，啊，即马即五六十个渔民起来了，我抓许南台湾族的高佛氏族，哈，可能五岁个台。抓五十几个台子，啊有十二个吼，伊有平埔族的这个车城迄个保利村遐的遐啦，平埔族的人甲救，啊甲扶上去这个凤山府城，凤山关城吼，甲转送等于互琉球，所以日本政府伊外交部门就发批吼，向大清抗议。想讲恁的台湾居民台死阮日本的琉球的渔民，大清甲回消息讲，哦，迄是化外之地，哦，迄是藩邦，非我所管辖。哦，你会记头拄啊，咱咧看头拄啊高沙族，一般沿山的部分拢有一，吼、哦，大清拢伫个山边啊，有采一个人质官，好吧？你本地人来到这爱停止，恁这本地人到这爱停止，
袂当过入去。你若入去迄个高山族，甲你抬，大清无甲你负责任，哦，迄个人质关啊，所以迄个拢总叫做化外之地，毋是我大清管的，诶，我无必要甲你负责任。所以日本诶外交部门更加回批讲，啊哪安尼，毋是你会当管辖，我要出兵要来甲讨伐。因为迄阵拄啊日本明治维新，啊伊去欧洲，吼去德国，啊是英国。有一挂新的建筑，啊！你找无所在通个练兵，我拄啊利用这个机会，所以就真正派三千兵嘛，为车城诶海边啊，有一个叫做社寮迄个所在登陆起来。啊！伫牡丹社迄个山诶入口，迄个有一个隘口，叫做石门迄个所在，也叫做石门古战场，底下开始修建。但你知影，人日本是正规军。有正规的步枪加山炮，那么咱的高沙的南台湾族，哈，你看他单发的猎枪、长矛、弓箭，一但是日时啊日本军占领，暗时啊就换咱的高沙原住民占领，啊，因来无影去无踪，暗时啊吼因做个摸哨，所以那暗时啊就换。游击战的啊，咱的平埔族、啊，高沙族，这个南台湾族呀，所以日本军到尾啊，伊干来当机器啊，天光啪啪啪啪，你要到那个高佛寺社这个钟头，该放火烧哦，暗天阿伯人赶紧来撤退出来，阿不暗时还够用台族的人，结果就是安尼底下这个拉锯战，所以到尾也在讲日本是惨胜，虽然怕赢。产生，那修建敢那建四个，差不多五六十个，但是破兵四个，五六百个，哦，足严重诶！你看三千人来，哦，那五六百个，死差不多五分之一啊，哦，差不多死尾五分之一啊。啊，你啊想，迄当时，只那日本人来诶，破兵死遐侪，就是。因日本寒冷的所在，较无蠓虫、蝗虫这些问题。啊，迄阵咱恒春这个地区，吼，南台湾遐足热，等于是热带地区，有瘴气，吼，啊，佮有蠓虫。你敢若迄个蠓仔叮着，日本人迄个蠓仔，毋捌迄个蠓仔叮，迄个蠓仔叮，哦，就登革热，哦，出血性登革热。啊，迄阵无药啊，天高者就爱死。啊，蝗虫飞飞飞，蝗虫是毋是拢去沾这个腐败尸体？啊，沾沾下过来沾恁这边啊咧食的物件，啊，包括水无清气，所以恁咪拢足侪拢水土不服，或者讲拢漏屎，漏甲拢脱水就死啊，所以破病死的，迄个毒大，遐吐骨甲骨崩碎，穿啥的，穿得死，河山杂一堆，干阿好食的。南台湾这个环境甲毒死的吼，就死五六百个，所以日本是尾也是惨胜。所以偏偏安尼，你看人日本有军医哦，来到死伤死伤遐重，啊，这杂牌军这三个留落来，上加我留一个活落。所以登山的阿公有留基因伫台湾足少的，吼，所以咱来了解这点。而且迄阵，咱台湾的女孩子，哦，迄阵我咧讲，咱是母系社会，编包作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有一个特色，就讲查某会做主动，查某是这个家庭的护长。咱不也是因为这个汉人来吼，来甲咱统治台湾，顾了较变父权的这个父系社会，无咱早期咱台湾的平埔族是母系社会。女孩子主动看到沿道的查甫囡啊，吼、哦，伊来，咱就阵定咧，咱有听咧讲牵手牵手，吼、哦。过去我拢叫是讲查甫去牵查甫的手，其实那较早女孩子是主动看到沿道体格好的，去牵这查甫的手牵手，招伊倒来做伊翁。所以咱有听到一句讲招翁，但咱毋捌听到讲咧招某，好无？就敢若有招翁。就是女孩子主动去牵查甫的手，牵手，牵伊的手，倒来就会做阮翁、招翁。哦，这个是母系社会主动，
因为母系社会伫这個家庭，伊掌握经济大权，嘛掌握这个家庭的发号施令权，哈、哦。而且，伊若招这个翁回来，发现啊都几个月吼，就讲比如讲弃用，袂使讲弃用啊，吼、哦，就是讲，发现讲伊都无影遐够做工过，吼、哦，体格好啊都平淡。引导都引导，啊，就是体格好，但是平淡就不爱做。等这查甫处理了哈，就给他做工过。这个母系社会，这个女孩子会当把迄查甫的家当收收嘞，用被单还是草席啊，甲捆捆包包的，甲下到门口。等迄查甫回来，看到伊的物件，家当往收入门口，伊就知影讲他已经被休夫了，所以就爱摸嘞，爱个走去拔了。好，啊，咱来看讲，那么这邓传公来台湾，将来伊要来走来台湾，大清有海禁，啊，你哪会阁走来台湾？表示啥物原因爱走来？就是作奸犯科，大清的这个要甲掠，吼、哦，要甲缉拿，啊，无就是保书记欠人钱，啊，就花啊钱无纳，人要甲约，吼、哦，爱走落来。啊，走落来遮是毋是也无赚什么钱来？所以变成讲来台湾有工做工，无工做啥？做乞食。啊，伊无厝啊，暗时要困底，就拢困庙寺。啊，庙寺的壁迄阵拢有迄个十八罗汉有无？困伫个十八罗汉的下骹的壁角角，所以人拢叫做即个做罗汉卡，有无？就是乞食的白称啦，要讲乞食歹听，就拢甲讲爱罗汉卡，罗汉卡就是乞食的意思。啊，啊，你甲想，伊若要留基因落来，爱娶咱本地的女孩子嘛？因为登山的女孩子无过来，登山嘛无来啊，伊拢白卡，袂当来。所以伊若总讲这个，对于讲这个男孩子，这个罗汉卡都生了做缘投的。啊，咱平埔族的女孩子，母系社的女孩子，你看。啊，老娘都有钱呢，啊，我都欠一个烟斗上呢，啊，这个好，佮生个像刘德华，还是金城武，安尼只烟斗，啊，佮招伊倒来做因翁吼，啊，牵手招伊倒来做翁，啊，买新的衫裤，啊，佮洗好清气，安尼吼，老娘欢喜就好啊，啊，这款也足少的，所以邓传公的金要留在台湾足少的，哈、啊，啥物人要招伊来做翁？嘛来讲较重要哈，清朝嘛，甲咱台湾人漫画，吼，叫咱爱学因的语言。迄阵郑成功来台湾，甲闽南语载来台湾，因为郑成功伊伫闽南地区，吼，福建简称闽，所以伊伫漳州、泉州，啊，这个所在就是福建的南部，简称闽南嘛。漳州、泉州、佮金门、厦门，伫遮招兵买马。所以伫金门的这个廖罗湾誓师来攻打安平的这个荷兰人，把荷兰人赶走。那么伊的军师吼、哦、叫做陈永华，吼、哦、叫那漳州人，吼、哦、闽南的漳州人。伊来安平，吼、哦、把荷兰人赶走，较稳定了，准伫台南安平吼、哦、起一间孔庙，有无？就叫做全台所学，有无？有这个孔庙。啊！底下用闽南语咧教《四书五经》《论语》，好无？迄阵的闽南语为遐开始变作官方语言，一直传到即嘛三百几年，吼、哦。包括大清也派来，吼、哦，那嘛是用这个闽南语做官方语言。那么桃竹苗地区，遮是安怎用客家人，哦，那客家就是用。为福建，为广东派讲客话人来管桃竹苗这地区，吼、哦，所以咱的语文又改变，吼、哦，真侪人为着要升官，吼、哦，你若会晓平埔族，你若会晓去学闽南语，学了会晓，啊，去学迄个客家话，了你会当做通译官，吼、哦，啊，就甲你升官，吼、哦，甲你竖官，所以咱各有竖姓，哦，像我头头讲，我。哦、我的姓，我的伴，其实就是四姓。我高平地区，阮的祖先啦、啊、吼，
马卡岛族就开住伫溪边、河边、水边，因为呐，要洗物件、洗衫裤、洗身躯较方便。所以台清的官员来台湾，啊问这个地方官，讲，伊个视察就讲，这部族拢姓啥？讲无呢，因无姓呢。我呢，我素姓会。啊，这个台清这官员算有学问，伊素阮姓潘。讲阮三点水，住伫水边的番，好无？哦，我的潘住伫水边的番，这个生袂歹，有水，哇！啊，下骹有田，田你甲布条啊发米，好无？啊，顶边一片飘飘的台湾人，安尼这个生袂歹嘛，吼、哦，吼、哦，也是安尼啦，我生是安尼来，所以素生，佮包括素族破荷兰。所以你莫欢喜讲哦，啊，恁姓陈的姓林的，陈林满天下，歹势，迄拢素姓啊。所以迄阵的平埔族，咱无语言嘛，嘛无文字啦，咱就拢无文字，所以嘛无姓氏这个代志哈。啊，因为咱这语言，平埔族的语言差不多拢失传啦哈。好，包括族谱，我阿公。我阮潘家嘛去参加人去做族谱吼，一本也袂细本。啊，现着阮一家族的时，我看哦，讲阮的祖先哦，较早为福建来，为福建省来。啊，下骹都拢无讲，啊，你福建省对一个官，对一个市，对一个庄头没有，所以拢假。素姓去素族谱哩，所以阿扁啊，无论你阿扁啊啦，还是你顶位做总统，还是。包括社长长，讲要过去平要寻根，反正拢找无啦。伫台湾的姓潘，跟中国去平的姓潘，无血缘的关系啦，迄叫做素姓哦。如果较早我读初中的时候，哦，较早有一个教台湾省的教学厅厅长，姓潘叫潘正桥，我讲哦，阮姓潘有一个做大官的，做教学厅厅长，结果尾啊才知影讲，迄个潘跟阮。这个盘血缘上没有关系哈、哦。那么日本时代把咱台湾人皇民化，哈、哦，叫咱爱学日本的风俗，哈、哦、啊，讲日语，哈、哦，日语时阵叫做国语哈、哦。啊，叫咱爱穿日本和服啦，哈、哦，穿墨镜啦，啊，食有食沙司米哈、哦。OK， 好。那么近百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本土台湾人85%以上的原住民的血统啊！我开用原住民，咱拢是这块土地原来的主人，啊，不是干那大理家呢？不是原住民，咱是原住民。好，近百国荷兰人，荷兰人又典型讲个赶走，所以荷兰人无留偌济钱伫台湾。过来政治王朝又大清拍败，啊，所以规个拢掠了当有。台北市的拢讲了了，倒转去大清。换大清帝国只要有战争建树，换大日本帝国来。但大日本帝国跟大清签下关条约时，有一个条款，遮，互恁大清住伫台湾，平和遮个大清的国民，互恁两年的许可期。这两年你若我日本政府管了你袂欢喜，住袂下，你会当。变卖你所有的家产，离开台湾平和，等于恁大清。所以到尾啊，日本开始做户口，名那个成本统计，迄阵台湾差不多300万人，但是迄阵的外国人，差不多9000人，无到10000人。啊，迄阵差不多97%拢是大清的，伫遮留伫遮咧做生意，哦，一寡。就那一官，唔是官啦，迄个做生意的人就对啊。你拢甲当作讲，遮拢大清的人好啊，甲总共10000人考生，等于300万比一，好吧？占台湾的人口数差不多0.33%啦，哈，就3%，足少的，比例足少的。好，结果大日本帝国又被美国打败了。蒋介石来了，就甲迄阵，那么建了迄阵，咱台湾已经有600万人，
这六百几万人内底有差不多要我四十万的日本派来伫台湾咧管台湾这军公教人员，这差不多四十万人拢要怎解就用船甲运等于日本本土，所以日本留嘛无留介济钱伫台湾，哈 ，OK， 安了解无？好，过来，那么咱来看看，想到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成本。今嘛，迄个国民党政府甲咱做一块乌，来你看，日本人要来管台湾，足认真诶。伊首先就是爱知影讲了解，到底台湾遮有啥物款诶台湾人，有啥物种族，啊拢讲啥物语言，所以伊有开始咧调查。来，啊像咱中华民国国民党因来，发现这吼、個，哦，这咱诶身世诶密码伫内底。哦，拢管家己学学，无爱予咱知影讲咱是本土台湾人。伊甲咱骗讲，因即个光复节了哦，就因就甲咱骗讲，台湾同胞都回归祖国的怀抱，好无？讲咱就是许安尼骗伊的。好，过来，咱来甲拆开即个我即个背后的物件一下。就是日本人来调查，比如讲来调查桃竹苗地区遮啦，诶，平埔族吼，比如讲道卡斯族，你若已经袂晓讲你原地平埔族、道卡斯族诶语言，剩会晓讲客家，伊甲你写广，但你要注意，不代表你是广东遐移民入来，只是你已经袂晓讲你诶道卡斯诶族语，剩会晓讲伊迄个通话三百几年。到尾啊，客家话是官方语言，变作这个地区大家通用的，所以伊个咧你是广。我那南部地区，好比讲台南、屏东、高雄遮，我你拢袂晓讲西拉雅语，还是马卡族的语言，阵会晓讲闽南语。阿姨个咧写福，不代表讲你是福建的人哦，好，这点要注意。而且伊会个咧写讲你是苏番。那平地拢改写苏番，啊，那高山族个呢？高山族个语言拢大部分拢保持真好。伊你嘛族个高山族，无论你是阿美族啦，还是泰雅族啦，吼，还是赛德克族，你个语言拢要留嘞，因为无迄个汉化吼。迄阵有人质官控制条汉人，而即个闽南语个系统，还是客语个系统，变入去较困难。所以他們的歌刷大部分都要說他們的原住民的語言，所以有日本人就寫生番、青番。所以我們台灣人以前清朝就跟我們說我們是番，啊我們用公番又分青跟色的、哦、生番跟熟番、哦、好，這樣知道說我們的身世了、哦、你如果要找你的身世，你也不可以說你現在住在比如你現在住在高雄地區，你就是馬卡道族，不一定要看你的祖先的祖先，你的阿祖的阿祖、哦、因為怎樣現在交通方便，我們在遷徙很頻繁的、啊、你如果清朝的時候，我們秘書長說的那時候只有六個屯墾區、哦、台北一個一處、哦啊、桃竹苗一處，中部一處，台南一處，洪山一撮，安尼一撮一撮，无连结，因为中脑大条河流，像落水溪，还是下淡水溪，啊，就断在里啊。这边话讲的话，搞不好跟彼边话讲的话无同。啊，所以迄阵咧迁徙无像即马遮严重。咱即马，像我那伫高屏地区，学校毕业就讲我要来台北食头路。嗯，像我迄阵第一希望就讲啦，毕业我就要来繁华的台北拍拼。哦，林强讲的《向前行》迄条歌吼，我足爱唱的。哦，啥物好康拢伫遮，拢伫台北遮。好，啊，所以真侪我的同事吼，尾仔拢都拢留伫台北市拍拼，到尾仔伫台北县市买厝吼，都留伫遮。但伊有可能伊是马卡道族煞去的吼，所以袂准。你爱问看恁的阿祖的阿祖，叫做祖公啊吼。还是问你阿妈的阿妈，
叫做州嘛，哇！但我足佩服吼，这有只咱这个空姐会场，甲一个女孩子写后壁吼 T 恤后壁写“林州嘛，台湾人”，好不？捌看无？我佩服个。我也唔捌看到查甫后壁写“林州公台湾人”，唔捌。我看介只查甫个写“林州嘛，台湾人”。而且这查某的，我那比查某较好打哦，较有志气。搁一点就是讲，咱有一个历史的这个教授吼，历史专家，台南的这个西拉雅族的这个李晓峰教授。你老咧看《自由时报》，伊较早定伫《自由时报》投稿，李晓峰教授啊，这个真好，真好写文章。结果，伊细汉定讲讲奥运多啊。嘿啊，所以尾仔即马发知影讲电脑咧测这个 DNA 吼，即马足先进的足紧的，尤其马街病院这个林玛丽医师有咧讲抽血，也是用唾液咧验这个 DNA， 伊就真正开一万块去验。哦，你若要知影家己身世，家己知影讲你的血液内底有偌济是对一族的基因，哦，伊也好开一万块。抽的，也是用唾液验，真紧就出来。啊，南北中北部会当伫马歇医院，啊，若南部，我知影高医啊，检验，因咧检验室也有咧验。好，啊，伊真正落去验，啊，出来，哎，林玛丽教授讲，啊，你真正有印度的基因，好，啊，伊就真正去调查这个历史，去追真相。啊，原来，伫阿嬷的阿嬷的阿嬷祖嬷的祖嬷吼。就是去到荷兰的迄时代，荷兰人来台湾，因荷兰人迄阵海权足强的国家，伊全世界去找新的品种入来台湾，其中有一个叫做甘蔗吼，伊个甘蔗因来，啊，咱这个纬度多，会当种甘蔗，会当炼做乌糖，啊，这乌糖迄阵是高奢侈品，因这甜的人，迄阵要食甜足少的，啊，这价值甲要等同黄金，所以因需要。做滴人力甲兽力，这个兽力就讲爱用这个牛来犁犁沟来种甘蔗仔啊，吼、哦。啊，台湾水牛因荷兰人用袂惯起，但因早期就伫咱迄个印度遐都拢有这个赤牛啊，吼，因用开下，所以为了引进赤牛来台湾生蛋，但这运送的。坐船啊来，中间爱有牧童甲照顾这牛啊，包括来到台湾了，继续搁予伊生蛋，吼、哦。啊，所以这个牧童可能就是去交到李晓峰教授因祖妈的祖妈的祖妈，唔加这个隔代基因传到伊，哎，佮表现出来讲小可 Q 毛，啊，所以讲叫奥运多哦，伊尾仔知影讲哦，原来是安尼哈 ，OK， 好来。被要求撤销住居守，台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重。哦，这是今年几月走过？哈、哦，啊，几月几个？迄、那个户籍成本哈，咱甲咱写守番嘛哈。啊，其实这个守番是日本人哦，包括大清迄阵咧用的术语啦哈、哦。但是你也知影，咱早期西拉雅平埔族无语的嘛。但是荷兰人来有用罗马拼音书写西拉雅语，跟汉人订契约，还是跟荷兰人订契约，叫做新港文书。吼、哦，西拉雅族多年来发起证明运动，希望恢复因其原住民的这个名，盼能获得中华民国政府许可、内政部许可，列为法定的原住民族。但是中华民国的内政部拢无答应，所以一直咧推动这个运动。啊、哦，包括尾啊。这所谓的一直平埔族哈，台南市因呢市议会因有通过，因为西拉雅族是台湾的原住民族，啊，即马高雄市甲屏东县嘛咧响应这个措施的哈、啊。我头头讲的，中华民国内政部惊讲哦，这西拉雅族遮济吼，你若好准的，大家就真火咧啊哈。好，我来咱来看中华民国的军政府入来台湾了，伊用对辣椒。就把我們台灣人飼到大地，飼到服服帖帖，我們來看。第一，屠殺精英，
屠杀之年，利用二二八事件。哦，迄、那个蒋建国，伊是迄阵的情报头子，伊事先二二八事件还未发生之前，伊就派伊的情报人员入来全台湾的各县市乡镇去搜查地方的头人、高人，造册，利用二二八事件发生。按照这名册，把咱台湾人的精英拢杀死。啊，你知影？你若要抗暴，一定要有人才，一定要有这精英出来领导。啊，你精英伫迄届，咱拢无武器，因为日本军投降了，中国军来了，咱拢缴械出去啊，所以咱台湾人无武器。啊，因迄阵三月七八二八事件发展到三月七八，中国军的正规军美式装备为蒋介石为中国派来了，开始大屠杀。好，过来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要领导抗暴，第一要有人才，第二要有金钱。啊，伊甲你搞垮金融、甲经济民生，来，所以搞垮金融。因入来台湾，1945年十月如何入来，发现台湾报道，哦，物件做丰富、丰足的，开始用纸。印钱来给你换你所有的物件哦，你这支麦克风偌济钱哈？这支100块，来用100块印做钱给你。你的保温瓶偌济？我那80块，同款印纸给你换。你糖油米盐拢用纸给你换，伊一直印钱，无限制印，一直印。应该咱台湾人出来钱一堆，物件又换了了，开始提钱要出去买米哦。一至三次，到尾啊，你爱派几部队去买一斗米回来。今仔日有法度派一部队，明仔就爱坐连火车，靠我多买一斗米回来。所以，福建台湾人话，买物件买无，吼、哦。啊，因中国人用纸甲你换糖油米盐，拢倒卖，运去上海、乌市咧卖，吼、哦，计少拢几十倍。因为因迄阵咧国共内战。欠粮食，你咧烧钱都绝对粮食欠亏嘛，所以为台湾运起个米吼，我底下卖拢足好价。好，煞变台湾人出米个所在，咱台湾人无米好食。啊，然后伫1949年6月15日，用行政命令，换咱后恁台湾人较侪钱，好来，我即马改安尼，来换新台币印出来，用你来摕40000来换一块，好无？迄阵你若有40000的人，讲好嘢人对吧？40000换1000换一块，哇！你存1000块，1000块那是即马一工就开掉去啊！吼、哦，所以阵介只人自杀，吼、哦，有一个讲，伊前一礼拜拄啊家，哦，几啊家地土地卖掉，讲要来起大厝，卖掉了，我40000换一块，煞存会当起一支条啊呢？迄个人只好吊刀自杀，吼、哦，愧对家人。哦，啊！这经济民生就讲，啊，你都连米、食米都有问题，无米好食。你头员工，你都找无物件好食，头员工去抗暴。好、哦，啊，这就是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来换。好、哦，这是啊，1949年哦，6月15日所发生的代志。好、哦，啊，为者你买点看了讲。中华民国来台湾，无台湾平和主权，啊，无你迄阵要改变币制，你太无用这中华币，那还要用新台币，他还要用台币。你照讲，你那是一个对这個主权有对台湾有主权，你要发行中华币啊？因为美国有美金，英国有英镑，有无？代表国家的钱啊？日本有日元。法国有哦，法郎，啊！你中华民国你应该发行中华币啊，还是中币啊？那也无，你台要搁咧用台币，哦，表示伊无台湾的主权，所以伊袂使大家发行中华币，好、哦、，OK， 好。过来第三，大地主甲你变作小地主，大地主啊，嘛是地方的头人，地方发出来跟党，那要招人来抗暴，哇！伊甲你创一个。耕者有起点，吼，还是山区有建筑物，把大地主拢变作小地主，啊，就无力啦。
行啊，伊会当安尼做，伊用成功义务军队做后盾，咱台湾人唔敢反抗。无你他唔得，伊敢有炸土地来遮？中国人敢有炸土地来遮来分割？无啊！啊，因还唔敢在中国施行。迄中国你若甲大地主你啊切落到地，遐大地主联合其他大地主来甲你反抗，国民党你就倒啊！所以伊敢若只有敢住台湾，反正台湾这个土地也毋是伊个，伊要安怎割在伊割，然后伊也袂听。好，过来。这台北市的，还有二流的人才，一流的都在台市，二流的人才用白色恐怖把你控制住，你如果说话不合国民党的意思，还是违背国民党，影响到国民党的，就抓去关，甚至抓去台调、清查调。所以造成早期台湾人有一句的，是大人说，囡仔人有耳无嘴，饭加吃寡，话减讲寡。造成台湾人，敢那噤若寒蝉，哦，拢唔敢发声。到即马台湾人心内嘛，也有一个，虽然戒严啊，不戒严啊，吼，啊，警备总部嘛裁撤啊，但是你家己心中拢也有一个小警钟咧，家己控制。我这讲出来，唔知用哪一关咪，拢要顾这个心理哈。好，过来，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伊甲咱台湾人骗，甲咱怪，敌性反转。咱日本的台湾军是毋是本来跟中国军咧相战的？吼，尤其日本军是伫中国，日本皇军伫中国咧，一个跟中国军咧相战。咱日本的台湾跟中国军等于是敌对国家，但是因来占领台湾了，和美国委托来占领台湾，来甲咱骗讲。所有台湾人都回归祖国怀抱，安尼，咱台湾人拄战败，中国军入来，咱就阵足惊吓，足悲秋的，足烦恼啊！等中国人来，唔知要安怎甲咱糟蹋。一个甲咱宣布讲，哦，咱拢回归祖国的怀抱，战败国是救的，哦，咱这样，大家拢跳过来，跟中国军徛做，跟中国人徛做，啊，这就是真侪台湾人无志气，读个无清楚，准。跳过变成战争国这边去认同中国，而且等于就是身份错乱嘛。伊这用愚民教，所以甲咱教的历史拢是骗人的。哦，你这两三讲，你若听咱这讲书咧讲，你就了解哈。过来假民主选举，选举的这个基准无同，中国人霸占所有。媒体无论电视也是报纸，哦，他95%拢伊掌握掉了。你莫看讲你咱台湾，就是讲咱有台视，啊，有迄个三立电视台，啊有民视，啊有自由时报，这三个甲简称三民制，有无？三立电视台、民视新闻、自由时报，就是三民制。就是讲，哦，这拢在台湾发生，歹势，唔是哦。伊内底真侪经理级的主管，嘛是要中国人。好、哦，咱台湾人做记者，干来让卡梅拉查甫拍，个卡梅拉，好无？啊，再卡梅拢介大只，啊，一个查甫的记者出去采访新闻，采访入来到电视台，上入去编辑室，好无？编辑室加拢中国人伫遐咧审查，啊、哦，伊这点也报去吼。对国民党有损害、损伤，啊，这卖报常态。我、哦、这报了对民众有损，哦，报较大嘞，好吧？你会记像，那个敢那两年前，马启玉，这个女孩子，这个、歌星嘛哈，伊跟伊的男朋友日本人，坐客运车啊，拢饮酒，啊，伊拍迄个客运车司机，咱台湾人，哦，中华民国的。电视报纸呢？哦，尤其电视连续安尼透早报到暗，佮报到宵夜，安连续报一礼拜。即款消息有通怎啊报一礼拜？伊就是要一直佮你洗脑，叫咱台湾人爱仇日。哦，这就是卖药，咱卖药怪药吼。
历史事件发生，媒体的解释权伫中国人手里，对台湾有损伤的报较大片的，吼、哦，啊对国民党有好处的报较大片。过来有东山，用东山、东山，吼、哦，黑白挂钩，用政策买票，吼、哦，白道买票，黑道配合伊的这个调价，传理长。啊，甲林长去买票，国民党提供资金，啊，即摆一拢一组一组嘛。李长有造册，伊咧平常时大概选举了，拢有咧做记录，讲即口罩是支持哪个，即爱甲买，啊，即支持哪个，即你甲买无效，票袂投出来，你著跳过人过。啊，即摆若去甲遐无较无迄落意。民族意识，台湾民族意识的吼，喔、较无台湾心的，拢中国心的吼。伊即摆伊甲买，李长钱点好伊了，伊收起了，迄、那个乌道的吼、喔，啊，你双击拢头寒天啦，拢穿大衣，内底拢唱一身神明，吼、喔，后迄个妈祖，后关公，吼、喔，即摆李长收来就兴个，哎、欸，妈祖有看到，投，哎，票爱投出来，讲哎、欸，关公有。有看到你票爱投出来，好无？安尼，甲你用神明咧，甲你控个，连神明都被绑架。你看有恶剧无？啊，这敢毋是好个文化？后壁个国家无人安尼遐自作贱，你家己人格500、300、500就拢买去，你个自尊、你个尊严伫底啊？所以后壁这个因信耶稣、信迄个圣经个人，因无咧。买票的，我加水少，我潘良华敢价值300块、500块，你买，这足基本的一个人格哈，价值观。所以伊讲用这几波咱台湾人拢专注，拢能卡。你用武的输，你用民主选举嘛输。等于讲咱看国民党咧走100公尺，人伊伫50到50公尺进行起跑点，咱乖乖伫这零只咧开始。你敢看这个？台北市的选举，柯文哲，这个柯P有无？好加在伊是太天才，伊真正跳脱蓝绿，好。那么你甲想，伊安尼去哦，五院甲追杀，有无？伊讲我好啊，伫台台病院戆戆啊做30档，那啥物单位无人要做诶？哦，譬如重症病房。啊、这都足麻烦的，无人要做，伊去做。啊，加护病房嘛足麻烦的，无人要做，伊嘛去做加护病房的迄个主任。啊，要做迄个叶克膜，无人会晓，嘛是伊去创一个叶克膜团队，佮写 SOP 啊标准作业程序。自前讲这个叶克膜是全世界头前三名，这个团队。啊，伊这个重症病房嘛差不多亚洲第一名。啊，过来，一个创一个器官捐赠这个标准作业流程的程序。啊，这个那要做这个标准作业流程，哈、啊，要做这个团队，啊，伫美国差不多要开10亿，结果柯文哲开无1000万，900几万，都甲做开，佮做甲足好势。啊，即嘛，都有了一个有艾滋病的病患，啊，有发生哦，检验师。他们这评估师啊，可能对话不清楚，说把这个有艾滋病的这个器官，把关了五个人来做，还有卫生局，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署，包括监察院、工程会，还有立法院啊，还有台北病院那个好那个院长啊，叫伊立法院伊啊发帖，哦伊啊个咨询，安尼咧个糟蹋。啊，早煞尾啊，柯文哲伫今年个敢若2月17起码摆，时时代代遗书，白袍挂了，开始参选台北市长。你若想好一个医生，去用五院安尼利用法院啊、调查局安尼硬咧甲创个起码摆，真正讲也不爱做遗书啊。啊，所以我伫差不多一个月前我讲，哇，柯文哲成一个家伙，安尼即个单位哦。卫生局啦，啊，卫生署，
监察院这些单位赔啊平完难办，那柯文哲调，国民党来追究责任，恁是安那无代无志，甲逼一个柯文哲出来选，煞予咱连胜文输。哦，你若卖逼伊，一定是民进党阁杀一个，民进党阁杀啥物人哦？国民党拢赢。哦，以过去的经验，因为伫台北市哪样占多数嘛，你军人阁看怎摕都未超过43%。啊，变啊，提上这嘛，他43%，好。好在这个选举是假的，吼。那么柯文哲，咱来个学习，伊甲你讲，唔较奇怪。啊，我是拢讲实在话，结果我敢那足单纯，我拢讲实在话，无讲白差，安尼我煞变英雄。啊，表示作为国民拢是无正常嘛，恁拢咧讲白差嘛，我敢那单纯讲。实在话，啊，我煞变英雄，啊，恁拢咧讲白贼，啊，所以柯文哲即届伊真牛，伊有法度安尼仓促成军，啊，利用敢若用一只手机啊，用赖群组安尼指挥伊遐，比方伊文宣部，你着有一个头，啊，你文宣部你的标准作业程序是啥？柯文哲拢甲你写，写写到位，恁照这个标准作业程序来做。好来，啊，过来，你行政部门，吼，你嘛爱一个内部的一个行政单位，吼，啊，你嘛是科批拢写标准作业程序而已，所以做者，吼，啊，媒体组，吼，文宣组拢同款，柯文哲都用 line 的控制这些头颅啊，这些头颅拢来个报讲，你马仔你行程安怎，啊，柯文哲你跟踪，吼，了解就好啊，啊，有啥问题拢来，所以。啊！伊阁有一个网络的这个专门咧翕伊的这个短片的，拢两分钟加四分钟这个短短的这個短片，翕到这个大伊伫伫这个 YouTube 哈、网络顶管，所以伊无伫电视拍广告，无伫报纸拍广告，拢无开这钱，所以你伫电视袂当看到，无法度看到柯文哲的这个广告。哎、欸，不过靠这少年的网络的网军，甲科比这個。短片拢啊砸出来，哦，迄种几啊十万人咧看，后就后我咧看者160几万的，吼、哦。啊，你个看，连胜文搁咧拍传统的战术，伊还搁咧用电视啊砍报纸，啊，这种足开钱的。啊，伊拿电视砍落，啊，就报纸砍落，柯文哲这边的在网络高手都拢甲哭诉，有无？拢甲连胜文考试。不得到的，连开遐侪钱，输甲遮歹看。哦，所以柯文哲有足侪，值得咱学习的。即卖是网络的世界，即卖是毋是大的打败小的？哦，柯文哲讲，即卖是速度紧的，哦，毋是大的打败小的，毋是强的打败弱的，即卖是速度紧的打败速度慢的。好、哦，即卖网络的速度足紧的哈、哦，你拿一个用。网传一个出去吼，一个全体出去，就是几啊万吼。好，咱来看这外来品种吼，外来种的植物啊，咱来参考看卖。这个叫做番石榴，这个叫番茄。你会记呐，为外国引进入来，拢加一粒番啊，番茄。啊，这番啊姜有无？咱台湾姜是生伫土甲底，啊，这生伫半空中的这外来。这叫做番仔姜啊，啊，这番薯有无？过来番麦哦，这种番，这种外口引进入来，过来连番仔花嘛是有无？对不对？番仔花嘛是啊。过来啊，这种真侪种荷兰人的时代都引进入来，哦，包括荷兰人，哦，咱是用叫做水泥有无？水泥一般台语安怎讲？红毛头嘛，荷兰人头毛红红，荷兰人即红毛诶咧用诶土叫做红毛土，就是水泥啦。啊，伊嘛是荷兰人印入来，知无？我咧砖头有一个女孩子吼，我那头毛红红，我拢甲叫红毛国诶，还有可能因诶祖妈诶祖妈吼，我那有伊偷着荷兰人，啊，即足少啦吼。好，过来。咱台湾人哦，真正蚵仔甲汉字搞不清楚。
迄个中国人1949年国共内战建书对吧？招来台湾，啊，即个迄阵拢较少年，20几岁少年兵，但是后来做20年后就变老兵啊，变咱拢迄阵要拢遐红飘的无？遐士官长拢叫老外无？其实咱讲叫唔对呀，爱甲叫，因为做新汉籍啦，因为有外来啊。我来爱加一个番，因是汉字，啊，咱做家己咧讲，咱是汉字啊，佮看不音，台语吼，闽南语你若看不音，就是较轻视的话。你平埔啊，有无？平埔族，咱来讲介，咱来讲平调，你平埔族的，冇平埔啊，平埔啊，咱家己平埔族的，你讲因啊平埔啊，你看不音，你轻视咱家己，哦，轻视咱家己，唔通。我比如你看，咱若咧讲车，哦，你就知影讲哦，这较大只。啊，你若讲车，较大车，较细只，车拢四轮的。啊，那车较大车就两轮的，哇。人讲拖拉机，哦，拖拉机大只。无人咧讲拖拉，刚你刚听人咧讲拖拉机啊，你使拖拉机啊。无人咧讲啦，哦。所以。咱来讲，咱是学，哦，咱是学，因何做汉字啊？哦，你别看不赢，我就不意见哈。来，所以莫搞不清楚学啊个汉字哈。好，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哈，咱拢错个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啦，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有无？有人来讲一句，啊讲啊，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这就是迄个中国教育教歹的。我做那朋友中间闹咧讲啊，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嫌啊，你是人嘛，嘛是狗啊，哦，拢人猿科的，我拢安尼个消遣等。好，咱来看讲，2008年陈云林来台湾做咧，迄阵马英九就任嘛，伊10月份来，哦，我嘛有去凯达格兰大道伊个抗议哇，哎，啊，这个我一个人也未少人，啊！你讲啊，马英九下令讲，为桃园机场一直到台北市沿路未使有中华民国这车辆机出现，所以派警察去搜查，然后民众把中华民国车辆机拢甲没收来，啊！若不没收，硬抢嘛抢来，所以才抢到澳等吼，澳等个等落本州人，啊！咱陆军的吼戆戆，人顶。家己中国人就无爱中华民国车辆机啊，吼、哦！因家己派警察咧收这车辆机，啊，咱戆戆的民进党还是陆军呢？等到伫路边咧，举中华民国旗啊，要一路村里人看，要捍卫中华民国。你看俺台湾人头够歹无？你唔爱举陆军的，看民进党旗啊，啥出来还唔较对？做多咧捍卫中华民国。等到台北市，遐个为什么爱国？同心会有无？因遐人咧举只旗啊，5000旗，哦，无代志，佮警察佮派咧顾条条，惊日军去佮抢旗啊落来，佮搞破，佮放火烧有无？即马英九老大哥的旗啊，袂使佮糟蹋掉啊！哦，啊，所以因遮爱国同心会，我拢讲爱国神经病的，遮人咧头壳歹，咧支持马英九啊，支持阿强的旗啊，哈。过来，咱来看2010年伦敦奥运会哈。伦敦市哦，伦敦奥运会伫伦敦市本来叫挂中华民国车辆旗，又阿强阿抗议，讲恁太无依照奥运模式爱挂五环旗，中华民国 Chinese Taipei 爱挂五环旗啊。所以伦敦奥运会人家自知理亏，所以就甲修改。啊，咱即个讲台湾人过去啊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伫遐咧点中华民国旗啊，包括2009年伫高雄市吼，迄、哦那个阿局啊，陈局办世界运动大会吼，迄阵咧点因詹太祖唱国歌，啊，举这去伦敦遐咧发旗啊，讲要向前冲。啊，即个少年呢，就是拢迄个国民党洗脑洗歹个，唔该你。也中华民国车辆机也咧点，吼，啊，即个咱用育民教育，吼，国民党先讲啦，吼。但是咱连续
你若讲讲这讲三四年吼，咱伫遮开班到后个月一个月差不多十五吼，咱就满四年了以后，你看今年的6月25，张志军来，就无看到车轮旗还是五星旗吼。不然咱来看国家民族错误认同，啊，这个国家民族吼错误认同的始作俑者，咱来看。就是1999年哈，我接到中华民国民进党台湾前途结义文，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好，而且就是迄阵阿扁要选2000年的总统，为了要抢中间选民，所以前途结义文甲改做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好，那你会记讲李登辉捌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哇，就是讲。中华民国本来不是伫台湾哦，是伫中国迄边，哦，中国大陆。啊，因为战败走路，较走来在台湾，哦，所以就讲外来政权，哇！你从中华民国在台湾，都还可以看到流亡的痕迹。但是伫遮，阿扁阿因，阿扁阿那读法律的高材生，有无？伊是国际海商法的专家。啊，照讲你啊读个嘛？读法律的人应该头壳较清楚。欸，你若要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吼，卖的咱台湾人拢来分，结果无呢，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对吧？而且你若爱甲问讲，那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且问伊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美国独立纪念日是7月7日啊，啊，请问台湾独立纪念日对一天？啊，个人嘛，请问你要为对一个独立出来？所谓独立，就是你本来含一个母体连做伙，就像我红孩啊，还未生出来，要连入妈妈的身躯内底，而且佫有一个脐带连条了。那生出来了，你爱把迄脐带加长了，你就正讲独立。离开妈妈的身体，请问你的母体、你的母国对一个，你要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讲不清楚，好，好，过来，来到2011年10月7日，蔡英文代表民进党要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好，伊迄阵嘛是主席，哈，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哇！这个功课较深、较扎实，也是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佮加一个细项呢，讲唔是外来政权，佮是台湾政府。即马这个政府唔是咱的政府啊，迄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唔是台湾政府啊，唔是台湾人所组成的政府啊。即马咧做高官，即个行政院啊，你五院内底，遐高官70%-70%拢嘛中国人。我想要請問說我們獨立紀念日對一天，要為對一個母國獨立起來，好，我們來拆穿中國人的文字把戲，中國人做法算文字遊戲，我們來因國共內戰文宣這裡，那時候戰爭，國民黨如果跟阿強的小戰，都戰輸，但是戰輸他自己的文宣報紙，他們的黨報，也報到像戰而已。啊，咱来看，伊讲我军转进神速，撤退唔讲呢，建筑爱撤退，伊讲转革方向前进，啊个一日千里，速度有够紧的，共军追赶不及。啊，你看，你若像安尼读，改成讲哦，改成拍赢，其实真系用闽南语讲，细腻的概括啦，叫做拍输遭赢，啊，对不？安尼一路走走走，准走回台湾来。哦，你莫笑甲砸掉啦。哎，啊，等于讲，人讲35斤/100公斤输甲剩一斤，歹势走来到浙江台湾。啊，这个唔是伊个，是日本天皇个呢。哦，啊，过来，伊嘛做阿公，啊，比如讲。中华民国以台湾名号在媒体上的运用，就是说，如果好康的，都报中华民国，
啊，若歹讲就讲台湾，比如伫台湾，吼，若有人，比如迄工偷摕物件，就讲哦，这台湾人足歹，偷给人个物件。啊，若有做一个好事去救一个人，我这中华民国国民吼，你看，才有爱心，才有同情心啊，捐钱好，有啥物人啊呢？好康个就拢报应。啊，过来，比如你看中国人，那比如像日本，跟中国咧比赛卡球，吼，啊你无论哪拍啦吼，先卖讲输赢。啊，比如那如果中国拍败，嘛，中国人吼，中国打败日本，用本字中国打败日本，安尼日本输嘛吼。啊，过来，甲中国战胜日本，哎，无论你打败还战胜，打败日本，嘛是中国赢；战胜日本，无论你用打败还是打胜，哎，拢中国赢嘞，足奇怪吼。就因做个算这类个文字游戏哈，所以咱若咧看报纸，你要认真注意，莫要骗你哈。好，啊，咱来。改正咱做滴错误的言辞的例啦吼，好来，比如讲外省人，即句唔对，啊，咱要安怎改？啊，中国人，好，啊，你内行，你知影，你嘛莫讲。台湾你做过分啦，台湾敢若两种人，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就是我头拄仔咧讲啊，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一天，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所生传落来，遮个人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剩诶拢甲分做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嘛是外国人再来吼。好，啊，专线唔对吼，咱定下咧伫电台听讲，专线药房拢有得卖，有无？电台拢咧安尼公布，专线拢有服务站咧甲你服务，有无？咱拢讲到朗朗上口，讲到作顺嘞。好啊，专线唔得要安怎改？全台湾，哈，安尼内行嘞，袂使讲全国，哈，爱讲全台湾，因为台湾唔是国家，所以袂使讲全国。好来，大陆即句嘛唔对，哈，你若甲你个外国朋友、美国朋友讲，我后礼拜要去大陆佚佗一礼拜。你这个美国朋友就头壳真了，啊，你是要去对一个大陆？因为全世界有6个大陆啊，有无？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澳洲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搁有一个第6个亚洲大陆，有无？啊，你到底要去对一个大陆佚佗？所以真简单，你若去北美洲佚佗，你袂去讲我要来北美洲，北美洲搁有分美国甲加拿大呢。你是要对者，你都直接把国家名讲出来就对了嘛。爱讲中国嘛，我后礼拜要来中国佚佗一礼拜，安尼足清楚的啊、哦。来，过来，省道唔对，要哪改？中国啊，你大清啦吼，大清帝国管台湾212吨，无在条为北家人套一条线路，开一条道路。开到屏东，212吨无在掉。日本人1895年接管台湾了，差不多10吨，伊就甲这条路拢开通啊嘞。拄啊，敢若剩这个西丽大桥咧拍迄个桥墩，还袂做呢。但是有便桥会当过。10吨含212吨，你看上个效率较好。啊，所以省道免啊，中冠线对，哎，有人讲中冠线，哦，啊，那较正式个名叫台一线，台湾第一条纵贯南北，吼，哦，日本人所开通的这条道，啊，所以黑道拢会讲，我七条纵贯线，吼，哦，南北二路我拢会通，哇，黑道拢讲以纵贯线，就全台湾为南。为北到南，我拢会通，拢花水会简单，吼，哦、好。那么，对于讲你伫台山顶面咧开车吼，
我讲一个故事，我做囡仔吼，我车对面我那一个阿叔吼，伊个买迄台车是日本原装的哈，啊，但是伊是水冷式的，所以伊个奥多拜吼，唔是气冷式的，像咱个车有水箱无？伊有台水箱爱加个水落去轮缸，或者引擎降温，水冷式的引擎。我看咧加水，讲哇，你这袂歹哦，加水就会走啊，会搞骗。讲无，我这加水就会走啊。啊，所以你若伫台山顶管，你开车吼，你若讲是加水就会走啊吼，安尼你要讲省道，我就无会讲。啊，你若加汽油的，你讲你也搞讲台一线吼，好吧？很了解吼。你若加水会走的，这省道安尼我无会讲哈。好，过来。偷渡客，偷渡客唔对，爱改做啥？有人知无？偷渡吼，刚刚听到偷渡，你就知影讲，那就是小偷，小偷就是犯法的行为嘛。好，所以爱改做啥？偷渡犯嘛。你若讲偷渡客，这个逻辑会通，安尼吼，连讲咱若等于咱到门拍开，哎，发现小偷伫遐偷着咱的物件，佮袂护照，哎，你还该拍招呼啊？小偷客你好，有无？啊，冰箱有凉的，你有开来食无？那客人你得爱个招待啊呢，吼，你得袂爱个拍袂使个咧。啊，是安怎伊会变作伫台湾掠到偷渡伊会讲偷渡客？原来所有过海防啊，是警察的主管拢中国人，那偷渡起来，迄个警察掠到。啊！即咱故乡的人来收吹，来台湾收吹，即人客有无？拢是因中国迄边走来，啊！因嘛是中国走来，是因较早来。安尼，啊！因为迄阵二三十年前吼，台湾钱银卡巴啊，啊！迄阵中国足善车足落后的，所以因遐查甫拢想要走来台湾打工赚钱吼，所以造成有一波的偷渡犯足济。来，真侪人拢讲，到即摆咧讲，啊，即摆民国几年，好无？啊，你民国几年生，好无？唔好阁用民国啊，爱改啥？改西元，吼、哦。即摆1900，吼、哦，即摆2014年安尼吼。啊，你若，比如你民国50年出生，你要甲换做西元，真简单，你甲十一加起就好啊。哦，你若50年出诶，你甲加十一就是1961年生，安做个算。1961年，好嘞，各位，台湾总统陈水扁，啊，这句嘛唔对，变哪改？中华民国总统还佫加一个流氓总统才对哈，是中华民国流氓总统陈水扁，包括李登辉嘛是，伊是选到中华民国流氓总统李登辉哈，安尼了解嘛？好，那么因时间的关系，我今仔先讲到这，明仔再佫继续来向各位报告。多谢各位，谢谢。